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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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啊！应该有4000多张。我今天要干一件事情，就是搬家。什么叫搬家呢？就是今天刚出了一个 mod，就是把这个天际套房啊，霓虹城这套天际套房给它开放，给它移到了霓虹城的城内，而不是单独的一个 cell，所以我们要搬家了。那装完这个 mod 以后，你还是能通过控制台返回到现在的这里面，但是呢，我们现在就简单来说，把一些能拿走的东西拿走，剩下的家具我就不拿走，因为我也不缺那点材料。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把霓虹城的这个公寓啊，整个给它重新造一遍，重新装修一遍。把它阳台开放出来，然后望向整个霓虹城。所以是久违的一集装修，这是我现在的你这个天际套房嘛？我们现在就需要把这个地方给重做一遍。Captain, it is goodbye for now. 那么我们首先要把一些能拿走的东西拿走。比如说 NASA 笔记本啊、咖啡杯啊，这些东西都拿走。这边应该没什么要拿走。这些菜也拿走。然后这些把它送回去。牛奶，这些全部拿起来。酒瓶、开瓶器，OK。现在呢，我们就要离开这里，然后暂时和这个公寓说再见。它马上就要彻底变样。这样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mod 装上，让我保存并退出。大家看，现在这个 mod 把天际套房改成这样子了。哎，一开始这边不是一个门厅吗？现在没有了，原来是从这边进来的，外面是一个电梯厅。现在这个电梯厅和这边开放一体，这边还给你加了一个，可以放收藏品的地方。然后，如果我们这边外面都是一模一样的，这边这个卫生间装饰板的位置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当你走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全开放。我靠，这下，这可太好。哎呦！太有感觉了，这种赛博朋克、阴雨、霓虹，然后这个上面，这上面又开了个2楼，这一侧的窗户也是透的，但是现在外面什么看不见，这边他加了一个这个2楼进来。这里是一个卧室，相当于2楼是你的卧室，然后下面可以是你的客厅，这边是餐厅，这边是露台，这简直是完美啊！完美啊！
我们天际套房就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很可惜我们不能买本杰明巴尤的房子，因为本杰明巴尤的房子在这个最顶上。我们这个是在棚子下面。你可以直接下来。我靠，这个霓虹的氛围确实不一样，有时候我还挺喜欢这种，你听这个大棚上面的雨的声音，雨和雷暴的声音。所以我们今天要重新装修这个地方。我的建造之魂已然燃起，建造之魂燃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明显是给一个卧室准备的。其实这种房间是没有地方给你造工坊，或者对，我觉得这个就，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家里最好还是别做工坊，我觉得工坊在飞船上就够了，在家里搞工坊太奇怪了。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放一个研究站当一个电脑终端，放一个烹饪台顶多，别的就不要放。我看看这个区域我会放些什么。coffee machine， 我们这边可以放一个 coffee machine，配合霓虹城的颜色的话，应该搞个橙色。这个咖啡机还是放在这里，等于它这个是能用的吗？哦，它这个出烹饪台是可以用，所以烹饪台这个里面装修风格有点银翼杀手，这个很简单。这边我们把这个咖啡机放这儿。然后我这边还是想做一个客厅啊，就这个地方做一个那种，或者玄关，我觉得应该有个玄关，一进来这边是个玄关，放一些展示品，然后下面这边才是客厅，这边是客厅正好望出去。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看一下椅子 chair。如果要银翼杀手一点的话，咱们就最好延续一点这个风格，用一些不要太鲜艳的，稍微冷淡。这个椅子我觉得还可以啊，这种椅子也很合适。这个躺椅不错，我要这个，这个躺椅非常好，应该放在这种地方是吧。来俩，桌子，华丽置物架，这边是飞船的椅子，星翼飞船的椅子，这边可以做那种怎么模拟驾驶舱的感觉。我可以在我卧室里放一套，相当于全沉浸式玩游戏。这边如果放床的话，我可以在，要不我先把床放下来看。床，TV， 但这个 TV 不会播东西，我有另一个可以播东西的。床在哪里？这儿，看看有很多种床，是和这个地方的风格的话，那其实就是这种床比较合适。哎，这个床，然后正好嵌在这里，
其实我打算给这个地方做个床头柜，我觉得应该，但我们先把这个床放这儿。因为我比较喜欢从上往下来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放，所以这边的话，我就想做一个那种飞行模拟器的感觉。这里放一个，相当于打电动，然后这边再放一个电脑桌，靠这一侧。所以先看看别的，kitchen shelf，但这个是木头的，不太配。哦，这边有这种 kitchen。这种的话其实倒不是问题，因为我们可以，但是它不够高。这是什么东西？spice，这个可以放。酒水架，这个原来就是放这儿的，而且，kitchen complete table kit。木头桌，这是 bar table，这边应该来个这个，哎呦，太有感觉了，朋友，这昏黄的灯光太有感觉。等我在下面加个地毯吧，我应该先放地毯，否则到时候放不了，这个先后顺序搞错了。地毯在哪儿？Decoration 应该是这儿。地毯，89种地毯，好家伙，89种地毯。这种地毯像我家里的，这种地毯和我家里的很像。但是放在外面到底什么效果比较好？首先要看一下，这种长的我觉得比较合适，选一种花纹比较适合的，比较中性的。我不想要特别那种，我想比较低调的。40、39，这里因为它这个桌子是圆的嘛。这个桌子是圆的话，我就可以在这里放一个比较合适的。然后这边都要对齐，这个强迫症是很严重，这边这些都要对齐。这样子的话，这个可以放在这儿。然后这个椅子就可以放在这里。这边也要对齐，这边都要平行才行。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应该。因为它这样的话会悬空的，其实我们尽可能应该把它放下来，不要让它跟着放。这样子。
泼水，喝点。早上好，夜之城。昨天的死人乐透，满打满算，整整35个。不过这个椅子不能坐，我就要考虑把它换成别的椅子。这不能坐肯定不行。我要把它换成别的，然后把它换成能坐的。先来看一看别的这个。这边的话，我看看做个什么。Run。有点像禅园那个。但这个有点儿，这图案挺奇怪，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这个图案就像那种小石子一样的感觉。加个东Dish rent， 洗碗槽。河神雕像可不能乱放。这边他总是说这个可以种，但是仙人掌种家里这么大，这一次上去要出事儿啊。以手艺 Soap Dispenser。这边都没有 soap dispenser， 这还是很有必要。这不是很大气这一种。阿基拉风铃，当做纪念品应该弄一个挂在这。这种东西我喜欢自己捡回来的，我都不用这个。虽然这个 mod 允许我这样建，但是我都不用。这种倒是需要，因为这种你没法自己摆这么整齐。但除此之外，我都不喜欢用。这什么 ？Animated poster。地垫，街道烘干机可以放这儿，就当是家里的扫地机器人。
地压扁，哇！沙发脚凳看起来倒是很好看，在这儿放呀。 现在还没坐办公室的时候，我就先不坐这了。这是什么？What the fuck is this？ 不。Produce bad。这些都不是家里应该放的东西，这个东西倒是很有意思，但这个 aquarium 它没法放顶上。Golden statue。 这个东西好像是世界里拿不了，需要在这儿加一个历史。 雕像很不错，对齐了。 这样放，非常好。 监控摄像头，不过他这个地方贴不了监控摄像头。如果
Fruit Bowl。全鸡蛋。还有挂天花板上的版本，蓝色、黑色。这边能挤进去，这不很完美。正好，正好塞进去。我看他们走的一般还算挺轻松。黄金马桶是怎么回事？毛巾架啊，这里已经挂了一个毛巾，那再挂一个应该也不用。这边没有挂毛巾，这边需要挂毛巾。可以挂这种毛巾，我觉得挂这种洗手的毛巾，这边再挂这种大的。
个地方也没什么，也就这里能挂挂。Wine shop， 这应该放这里，就像之前一样。饮料酱。面包机。因为我觉得咖啡机确实应该放在这里。微波炉放在这儿，吐司机放在这儿，这样才合理。这才霓虹嘛，你来霓虹不喝特调饮料怎么能行？Fish box， 新鲜的鱼，哇，这边有好多新鲜的鱼啊。今晚做寿司啊，看到这大鱼。这真不错看。我要把这个拿过来，但是呢把它缩小。The build bits 哪去了？正好需要它。Highlight color， 太小，0.5，完美。
完美，哎，就是这个尺寸，完美。我的寿司鱼，今晚就靠这个食材。美味寿司哦 ，Food Bean。胡萝卜，它会导致它升高一层，是为什么？这里倒是没事。Fine。Display case。在霓虹里，植物肯定是身份的象征，因为海洋行星、沃利星上根本就没有陆上植物，而且这个赛博朋克的都市啊，也没有一丝自然的样貌，所以在这里，植物肯定就是金钱和身份的象征。谁家里能养得起植物？跪在这里，毛绒玩具柜，Display。白色大理石，这个比较合适，我觉得。
那个巨大 NASA， 我突然觉得这里面应该放这个地球，当然这也不一定是地球。哦，这个放不下啊，哦，哼，这就尴尬。艾伯龙武器架这么大，头盔展示。
这边是这个可以用的考验装置，用错了。安德利亚，煮咖啡呢？怎么样啊，咖啡？鬼藏，洗碗机。我可以把这洗碗机插进去。洗碗机，薄吐司，吐司将在15秒内完成。那边在做咖啡，这边在烤吐司。生活真是多彩多姿啊！哎，好，巴雷特，你要不要？你要不要？不要，我要了，我吃了。哎，我的面包，吃两片烤吐司。这个造液器，这个是有，看这是什么东西？区别是什么？这造液器有什么特别的吗？我不懂。但是我们都换成这个了，这还不能，这个居然，这个更严格。这是什么？淋浴板？淋浴板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这是什么东西。叫淋浴吧。但它这些东西呢没法激活，我也不懂。
音乐广播和新闻广播。霓虹灯记，我靠，音量加减，这也不是这。这 channel 不是音量。不错不错，这小曲，这音乐。Something, dearest? You can tell me several things. Everything if you like. You mean more to me than I ever could have dreamt. I'm sorry to see you go. Shiichi.进去，差不多了。啊，最好再往外一点，它那个里面的壁舱穿磨了一点。哎，这样。洗衣篮。欠洗衣机，先睡一觉，明天再继续建。一小时，先把音乐关了，否则怎么睡得着呢？来一杯，看我们沉浸式吃早饭，朋友们。日出喽，先煮一杯咖啡。
味咖啡。这个霓虹开放 mode 太好了，真的。他还加了二楼，他加了个卧室出来，他把门厅开放。我的天，太好这个真好，这个壁装。再吃两片吐司。重新开始装修的感觉，好久没装修房间了。然后每天早上出那个阳台散散步，就能看到整个城市。他那个二楼的卧室，在早上的时候还会有斜阳洒进来的阳光，太漂亮了。爵士音乐，是不是不应该建这几个？主要是你现在能听到那个雨水打在天花板上的声音，特别放松，就特别放松。在家里，我自毕竟最喜欢在家里，就是听到那个雨水打到阳台、露台上那种淅淅沥沥的。任务版，全程刷就好。现在可以把这些终端嵌到墙里，用这个 build base， 还有就是快捷控制台，这个好用，这个真好，把这些任务板都塞进去，这样。
2.0 update。这个很像2001太空漫游的感觉，但是它最后不是还是会黑一下？啊，它这个最后这到底是为什么不能？这一段。起码比原来确实好一点。这三个版本，还确实还是第一个好，第一个。网游20年前，《极星大战》是多少年前来着？他要是做一个 MMORPG， 再加上这个弄个 PVP， 弄个轻 PVP， 重 PVE 的也不是不行。非常。但愿是真的。Red Mine。Set。在家看飞船起降，就像新亚那个一样了。现在，你猜只有一个城市的景色看不到美丽的那个层次，你猜是哪里？啊，有两个城市，其实没有鳞次栉比的感觉，有两个城市可以。但其实对哦，它是挺平均的，因为虽然阿基拉不行，但是霓虹是星联的城市，然后虽然塞多尼亚不行，但是新亚是 UC 的城市，他们俩各有一个这种层次比较鲜明的城市。
么是艺术，这就是艺术。这里有很多艺术啊。再怎么说也是，也是这个霓虹大啊，这个高级特工也是有钱的，所以要搞一些艺术一点的东西，艺术品在家摆着。那什么东西最艺术？这不是兄弟会电视剧里拿着那玩意烧香用的，拿在手里晃来晃去。Light art。在建造区域以外，Banner Crimson Fleet Three Star这家里加通风管道，哼，等着人家来暗杀。加一些薄的，让人钻不过来的就好，这样增加一下墙壁层次，而且像空调一样。哦，这个是 tech panel， 这个不是通风管道。
着挺像通风管道，就把它当通风管道，我甚至都没有看出来它不是，里面会发亮。这里倒是有通风管，它其实上面已经有。啊，暴雨是吧？通风管里全是碎玻璃，那一段看得我有点难受。还有美国国旗，好，我切到深红舰队旗闪退了，该死的深红。你也能攻击我，你们是真阴魂不散。这就是怨灵作祟吧，估计。德尔加多的音容犹在，突然一下，哈，这别人都好好的，偏偏切到深红舰队闪退，这就是为什么你见到的时候一定要开退出它自动存档，这样子就你就经常关那个建造模式，就直接它给你存了，就对，就特别方便，不用你自己在那里存。否则谁知道哪个，毕竟打这么多 mod 加的哪个资产有问题就崩了。这段日子基本没有 life，no life， 天天就在玩游戏，等再过几天就没有游戏了。再过几天五天都不，除了七六日常每天打一打以外都不会再碰游戏。对，但我不会玩别的游戏，我没有时间，我觉得。因为纽约现在黑天很晚，我们每天都去看日落，所以每天大概回家我觉得要十点多。九点多天还没有完全黑。闪，再退出。UC flag，这次没。等等，他这个美国旗啊，我知道是阿波罗那个上面那个弄过来。我说为什么是美国旗？你看那个材质就看得出来，是那一面旗。这边需要加一些修饰，不然这边太秃了，我感觉。加一些别的东西，这是霓虹的公寓，环堕中。
看看这，瞧瞧这。这是官方那个包里的东西。唱片机。这也是那个包里的东西。好东西可真不少。那我们要做完客厅再放这里。谁呀？那是有东西滑不下去是为什么呀？奇怪。在建造区域之外。这几个东西自己有问题。Display table. Bar small.电视应该朝这边啊，还是然后打造一个这个区出来，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这边应该是有个电视柜才行。电视柜，我没觉得，我觉得就像适应不同光线一样。对，就像你从室内进室外，室外进室内一样。盒子可乐迷你冰箱，这应该放到我室内的 gaming rig。如果我觉得以后应该搞个这个，就是弄那种 VR 舱一样的，然后你进去就切到那个连职训练的那个模拟器。就辐射四不有个 VR pod， 就是那种坐进去然后就开始训练。哦，但其实它那个里面不是 VR， 而是那个屏幕在动，其实因为它那个驾驶舱是真的驾驶舱。办公桌 divider， 太怪了，这块树。
build desk， 居然还有这玩意，箱子拼起来。wooden desk。选什么桌子？书桌，放不下呀。我昨天梦到一件事情，到美国出海关的时候忘记，不知道怎么就没有登记啊，不是，就没有前往海关，我就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出来，然后搞得我非常焦虑。因为你没有什么入境章之类的东西，我就一直在寻找怎么才能回到海关啊。昨天的梦就这样，特别离谱。还吐槽玩老滚时还吐槽吃这么多也吃不饱，撑死你。不会穿模就行。盒子迷你冰箱，我要在这里制作我的游戏桌。来，电脑显示器拉满拉满。
个墙面显示器，首先。Display screen。壁挂，原来毛绒玩具柜有壁挂的，我惊，这太好。这不完美。他既然给这个毛绒玩具专门出了个柜子，难道意思是以后会出更多毛绒玩具？那我欢迎，那我热烈欢迎。这一个能放几？不知道，等会儿看。他是在工业工作台做的。握力鳄鱼心，毛绒玩具。Are you making something for me as well? 我做完这东西，安德利亚来了一句：“能给我也做一个？”我要加一个毛绒玩具鳄鱼。其实做这个东西是不是就应该是把这毛绒玩具的这个文件复制一份，再把模型的材质给换了，只要你知道怎么做材质，怎么导入模型，别的应该都不需要自己再搞。没声音。这能放两个元素。如果他能放两个的话，那么这地方安德利亚必须要放中间，否则我这不完蛋了。我要不把它放中间，我就完了。这样子。哦，关闭以后你就可以就取消那个快捷，就不会意外拿到。这个确实，这下开心了吧，那里亚，你在中间呢，这下总没事儿。巨板，透明亚克力。
这是一个 mod 把天际套房改。这是真可以挂帽子。知道，这是微软说了算吗？办公椅哪个最好？其实这个看，这个应该是最，也不一定，看起来并没有。船员说实话，船上的椅子看起来更舒服，但是船上的椅子都不能移动。问题是，我靠，这边带这个打游戏估计很爽，但是这个椅子也、yeah.在这玩星空，沙发看了好多啊，不知道。这床看得好怪，但这床作为这种窗边小床倒是挺可爱的。
blanket。看这感觉，太令人舒适。不是，这只是一个窗边，就是你可以躺着看看景。里面有一个卧室，这边是客厅。有给床做的啊，我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模块化的床。它这个床你可以给它换床单，我震惊了。我来看，模块化床。可以给它上这个床单。不同颜色的床单，它这个预览看不见。这个是不，这个是没有。我希望能有一天能选择躺下，而不是睡觉。你像坐下，不一定是等待一样。茶几。这种茶几真的实用吗？问题是看着是好看，这一手一扫全飞了，我只能说这种事。Table gaming。Ping pong table。换合成器音乐。记得之前有电视来着，为什么没了？不是，之前是我某个 mod 里面有电视，现在找不到。这盒子可乐机真给他搞去了。这怎么莫名其妙来几张电影海报？为什么中间插了几张电影海报？
Alien。我要把 Starfield 的搞进来，我现在就搞。等等等。现在讲。它不能预览，不过就是 DDS 文件不能预览。Photoshop 就能保存为 DDS 是吧？我记得。1:1 aspect ratio， 我要3:4，但是 Windows 不支持预览。啊，这一幅我要换，也就是说这是11就是缩略图，我有什么办法让它缩略图显示？不过你要，哎，那我要英伟达这个是干嘛来着？我这个东西改了，但我怎么改？我已经忘了怎么改了。Low open， 不，问题就是他作者教的是要用这个的。他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想知道。哦，只是 convert， 没事儿。那它不能编辑，反而不如用 Photoshop。然后我找一张星空，直接到 Steam Grid DB 上找。Steam Grid DB。What the fuck？ 我打不开，他说磁盘不可用，用 Photoshop。必应拉到什么程度呢？你看，我搜 Steam Grid DB， 它第一页就没有一个 Steam Grid DB 的结果。他甚至给我弄出了 Steam Grid DB Change Log， 也不给我导到 Steam Grid DB.com。你说他这搜索能力真的很堪忧，我真的是。哎呦，我如果用谷歌，一搜，第一个就是 Home。你看这必应，他到底在干什么？我。必应真哎。它是4:3的图，也就是看来我要改一下。哇，这边有一张签名海报，我靠，要这个。但这个分辨率有点低啊，他自己也没事，反正我只是。600×900不是3:4，我应该要裁一下吧。3:4是这样子，那我就这样裁。然后我把这个文件用它 save 成打开方式，
啊，别始终啊，大哥，这下好，我等会要弄回去。11号，我应该没记错，我确认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是那个11号。特效不支持那个 DDS 多阅读，估计也算什么插件。11号，不过问题是，它这些预览图里都是方形，它给压上去的。我这样一保存的都是长方形啊。因为这图片本来长方形，我怎么把这图片变成它的正方形？裁那部分不就消失了吗？怎么缩放？用什么东西缩放？你直接就选图片了，就是拉粉的。他这边肯定有办法改。账号说你账号不符合下载，所以我不是 developer，对不对？浪费，不错。世界里默认的黑掉的电脑屏幕都换成星空的主界面，应该容易吧？这个。其实不一定要所有，因为我可以 set reference，我可以只改哨站建设的物品，我可以只改哨站建设的那个物品，不用改世界里别的物品。我怎么缩放呢？Photoshop，我不会用 Photoshop。图片是3:4的，我怎么把它的比例压成1:1的？但是是裁剪。那么就变成两边黑的了。要把它压成方的，把它上面往上面向下面压起来，因为它变扁，它在游戏里又会被重新撑起来的。它所有的贴图都是方形。问 ChatGPT，Photoshop，how to change？File open C ratio。C 比例1:1，但这是裁剪，好，听不懂，not crop，but，alter。不是什么 ChatGPT 插件，就好微像不软太，的，就是 ChatGPT，他用的就是 ChatGPT。Image size。Image size 调整为啊，对，就是这样 resize 800。
然后我再用英伟达那个保存就行。它就你可以把它当做插件算，我懒得安 Photoshop 的插件，直接这样子。没事儿，反正也就两个键的事情。进游戏看看成不成，成功的话把别的贴图也换成我最喜欢那些游戏，摆个年度游戏墙，坐在这公寓里摆个年度游戏墙，好。不对，那我应该 P 一些那种什么辐射77之类的，你知道？毕竟这都几百年后了嘛，什么上古卷轴15，哦，上古卷轴20，应该比较保守了吧？使命召FC337，EA Sports FC337，233几年，对，距离现在300多年嘛，一年出一个年货 FC 的话，那不就300多了吗？就这么办。能不能让那些图片生成 AI 直接生？我觉得应该行。就是参考目前所有那个 FC 和 FIFA 游戏的封面风格，生成一个并在上面写上 EA Sports FC337 之类的玩意儿，它应该能搞出来一个，我觉得。参考目前所有辐射封面的风格，做出一个辐射77。你说如果辐射真出到76了怎么？虽然这个问题有点不现实，但是也不是不可能。当然，我关于取名这件事最好奇的，当然还是下一代 Xbox 叫什么。我真的为他们捏把汗，我现在真的这个哪有这么起名的啊？哎，大家看星空海报，完美啊！我靠，还签名海报呢，这是吧？这太好了，这。他就是这样，反正他贴图是方形的，他这个东西是3:4的。你看，那你换到别的，他会跟你说，请用1024乘1024的分辨率，但这个是1:1的。然后这个请用1024/1024分辨率，但这是3:4的。他这个签名封面，我怀疑是要么 AI 生的，要么是用，因为我不记得星空有签名版的，有吗？因为2077它有个签名的套。你把2077典藏版的话，它有一个，当然名字是印刷的，不是亲笔签，它有一个那个塑料封套罩在游戏上面是签名，这种白字。星空我不觉得有吧。它对应的11、12、13有序号。对。就放这儿，这里很完美。看着多好看，我的天。这个装饰板能不能移到别的地方去？移不了。啊，这太有感觉了。有没有陶德的签名啊？上面这 Starfield， 哎呦，把这搞进来。
下一个是谁？辐射。辐射老滚都弄去，弄个天际。啊，不对，老滚有一个十周年海报来着，我记得，正好可以用。这不是那幅画吗？这就是那，我这个我也要搞定，这个好看。这幅画我现实里又有。Skyrim Anniversary Edition， 有没有人把那幅画搞定？其实这个封皮就挺。老滚五这个十周年版的封皮还是挺漂亮，但是要注意的是，我必须要一个能裁剪版的，因为它要3:4的，这些是个问题。如果这样裁剪的话，我反而，哎呦，我拿什么裁比较好？这是1024×1024的。如果把1024×1024的裁成3:4会是什么样子？哎，可以，这是3:4的，可以。OK， 这个呢？这个应该问题也不对，这个问题也不大，这个就稍微往下放一点。辐射的，然后是辐射放谁啊？就放我最喜欢的那一部四 ，Fallout 4。还要放谁？质量效应，一口气多搞点。Pray， 动图应该不行，起码现在 Legendary Edition。WP， 那怎么是？PNG 啊 ，PNG 要在这里选。当然，它没法放那么多，它现在不够。但是我这边放一些还是没问题。Bray， 接下来是。Pray， 放哪个呢？这个。好。这些东西拿到手了，接下来一个个来改。可惜啊，我记得有批量改的方法。对，我记得是有批量改的方法，但是我忘了。批量执行同一个动作的方法。
自动脚本影像处理器，或者再问 Copilot Photoshop 如何录制自动动作，就是红其实相当于啊，不是，就是那种差不多吧，就是红窗口动作创建新动作，这样我们以后只要过一遍这个就完事了。我建议还是尽可能用自动，否则之后，哦，动作已经开了。创建新动作，这个动作叫 Your image goes here， 星空 mode。默认功能快捷键这些都不需要吧。颜色无记录，记录开始记录了，现在你做的一切动作它就会在之后给你自动把就是你选择别的照片给你过一遍，相当于。所以我们第一步是要选择图像大小，调制固定，然后储存导出快速导出为 PNG， 停止。这样子的话，这个就录制下来了。录制下来以后应该就可以在自动批处理选择原导入，哎，为什么选不了导入文件夹，也就过分了，要么我创一个文件夹，试验一下，这几个全都拽进来。这文件夹，覆盖了这么储存为命令。确定，开始。啊，选错。选错东西了。等等，我选错命令了吧？我靠，这导出了什么东西？啊，没变。再来。任动。哪个是这个？的发为什么没有记录下来呢？没起效果，为什么？啊？什么鬼？哎，怪了！明明是……
奇了怪，那你说就是应该这样就行了。只能手动来了，烦人。现在是晚上10点而已。不理解为什么没用。12号，13号，14号。15号，16号，应该 OK。要是那个起作用，我就不用这么费劲。但是它对于我之前那个直接自动把所有的21:9截图裁成16:9的命令是有用的，当时就是这么搞，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它不重复。
很好，让我们见证一下成果。当当，老滚啊，都进来了，非常好。还有多少个空位啊？其实挺多的，还有很多空位，其实太完美了。Skyrim， 啊，我没结构，哈哈，哦，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某一个 mod 呀，把这个，就是你装修面板，它不是少战面板，你把装修面板里的储存，所有的储存都给你移除了。就是不给你放箱子了。因为我本来是可以放那个储存箱的。结果现在我刚才去之前那个老的那个公寓里面还有无线储存箱，但是现在我就找不到，而且我所有的室内空间的建造我都找不到那个箱子。但以前明明是可以放的。而且我也找不到任何别的箱子，这就是问题。我箱子呢？为什么不让人建箱子了？我现在连个储存箱都建不了，太奇怪了吧？到底是谁干的好事？哦，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它可能是藏在，就是比如说我这个 decorations interior， 我往上滑，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会自动给我滑到最底下，然后我就怎么都滑不上去，我怎么都滑不到中间，看不到中间有什么东西，这又是怎么回事？鼠标没用，鼠标也只能用滚轮，我往上滚，它就自动给我滚到下面去。滚到大概三分之一的地方，它就自动返回到最底下，就是从下面往上，从上面往下都不行，就到不了中间那里，一到中间那个区域就滚到下面。这怎么回事啊？肯定是哪个 mod 改了这个菜单，有一堆 mod 改这个菜单，我真的是，哎，为什么他们每一个 mod 都要碰这个菜单？很多，不是Outpost， 那些 Outpost 的 mod 几乎每一个都把这菜单给改了，自己每个都有自己的一套分类，要命了，现在真的是。我看到有的 mod 底下报告说，哎，为什么你要把床那一类给取消了？有的 mod 说，哎，为什么你把储存那一类取消了？就他们每个 mod 都要动这个菜单，现在动得乱七八糟，我都找不到东西。每个作者都认为自己那套分类最好，然后搞到现在就麻了。不仅有一堆 bug， 而且还找不到东西。你看后面这些莫名其妙的分类啊，房间、厨房里面有一二三四五六六个，装饰电子仪器里面有三个，房间卫生里面有五个，装饰柜架里面有两个，就后面这四页完全就是没有任何用，莫名其妙的分类，然后又分在这后面，那前面这些又，哎呦，这怎么回事？而且他们这些 mod 都没有选项，就你要打就给你改，要么你就用不了他们东西，这实在是让人有点无语。我就宁愿用原版那个分类，这太乱了现在。所以你的箱子在哪一类里啊？如果你要在这个地方建个储存箱。我连箱子都找不到。
Allow me to assist in carrying some supplies.我只能下楼买点了，现在。对呀，但是我的箱子为什么搬不出来？就是那个建不了，因为被他们这些分类全给不知道扔哪去了，然后我还访问不了中间的那些，所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中间那一堆东西，但是我找不到在哪里放这个 stash 根本。然后不只是这个 stash， 所有游戏里能装东西的箱子我在室内全都见不出来，就里面建造菜单没有，室内建造菜单里没有这东西，哨站是正常，所以我就不知道这到底怎么办。不是你有没有装那些什么那些哨站拓展 mod？ 什么？这小控制串，那个肯定不是。那这怎么可能有区别呢？那你后面有没有那些莫名其妙的分类？什么装饰浴室、装饰厨房？没有建筑储存箱这一类呀，跟卡。不是，不可能，因为我之前的这个，我老的霓虹公寓里有这个东西，说明我以前见过，就是有那个 Universal Stash， 说明肯定是允许建，不然我不可能建得出来，但现在不能建，而且之前它是可以运作的，所以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真的受不了他们加这些分类。Always happy。这些分类又没有什么用，为什么这么搞？一个建筑菜单里十个列表，是那个十个 tab， 四个是没用，四个里面的每个有三四个，这是干嘛啊？这是，天哪！那一堆包括那个面包机、咖啡机那些东西，全被他摘出来了。我真不想要它单独类别，你就放在那些里面就行了，这个太难受了。Nomad 这头盔确实挺帅的，像先锋队、像连职那种头盔。Goggle Mask， 我靠，这个 Mask， 哇，这个好看，买了。帅啊帅啊，
国月行。Dietrich's been great at the meeting. No problem. Yeah, 不出来，他当然不会是。那当然。建出来才能自己自动在哨站里用。不知道。Thanks for stopping by our shop. 不知道怎么讲。我从来没用控制台见过的，不知道怎么讲。我是没用控制台见过的。我只知道那些，我不知道怎么建的，我不知道怎么移动。家店好，这儿这怎么这么多人？他们没有人卖结构，我疯了。整个霓虹哦，这个人他卖五个结构，天哪！五个结构，你，不够塞牙缝。那我以前为什么能接？那就是，但问题是不只是这个，我就没有储存箱那个类别，导致我任何储存箱都见不了。我的结构农场在哪里？我要搜一下，我要去拿结构去。结构。玉蛇座二。Let's go. Interested. 这是霓虹。这个，第六一开始没更的时候也是都是在外面，后来。家中途被打断，该死！又是因为结构，很多很多很多次都是因为结构，我记得结构用的最多。Orbital insertion completed。巨蛇是吧？让我看看哪有巨蛇。巨蛇座。
如果他能出一个那种滤镜就好，就是我一点，然后我就是比如说我点一个键，然后可以调出个菜单，然后那个菜单上我可以打勾，就是勾默认就是全选，就它全展示。我也可以就是我只勾那个有我有哨站，然后他就把别的那些星星的名字全都隐藏，然后就只留那几个的名字，这样就很好找。有个弄个 filter 那种，希望有这种，不会。可不会。等等，但它这动画不是21:9的，怎么办啊？这。不过我把它上下切了也行，是吧？我怎么改一下这个文件？我要改，这不行，这原版那些有人做的我都装了，就是把它官方所有的那些都切成21:9。这不切，你一瞬间就会意识到你切过两段话，所以这个就非常不好。这怎么？我猜Premiere 应该也是能打开的吧。我觉得不行 ，Premiere 连 MKV 都打不开，你指望它打开 BK2？ 没听说过这什么格式？靠！光环用的也是这个。光环的 UI 里用的也是这玩意 BK2， 要用这个什么 RAD 啊 Convert to BK2， 那我怎么过来呢？对，想都别想 ，File Format P2 支持的其实很少 ，P2 什么东西都打不开。底下都哪去了，大哥？我的天！下载怎么有人带？吓死我了，靠，他直接开始播了，吓我一跳。哎呦靠，不是，我不让你播，你怎么敢啊？什么意思？干嘛呢？
咋了？Epic Game Tour 和 Epic 有什么关系啊？哦，这是 Epic 的，这是 Epic 的东西。我靠，这原来这技术是 Epic 的，这种这个格式就是说，看来，但是很多游戏都用这个格式，不过它居然是。哦，这个图标看到过很多次，这个图标看到过无数次，你自己想想，你真的就这个 Bing Video 我看过无数次，你现在想，很多游戏全有这个 logo， 但是我从来没注意。那问题是我怎么改？它为什么启动是这个样？然后又播一遍，不讲道理。哎，什么意思 ？Advanced play， 我不是要 play 呀、啊。List file, analyze file, mixing sound, convert a file。哎，难道是在这 convert？ 那我看 frame rate, scaling type。有人还问了 ，Why is Bing standard to video game industry？ Press Bing it， 搞了半天，不是？那你这 Bing 为什么叫 Bing it？咱们这名字真看不懂啊，我也不知道什么叫 Bing， 这个是 compress， 但是我不是要这个。Add width and height to scaling type in a toolbox above odd line。Odd line， 什么东西？哦，这儿 ，adjust， Under input video settings， add your width and height value。缩放压缩，调整为何种大？等，这是大小，也不是。
它是 4K 的，但是视频不再可用，为什么？做到一个教你怎么转成 PS MP4 的文件，说不太可用，不再可用。格式工厂不会连这都能转吧？他还真能转，最后还是格式工厂。见证奇迹的时刻，奇迹。我要，主要是我也不知道这 ESM 该怎么看，它也不是一单段代码，也不是像 Unity 那样的一进去一段 script， 这玩意你不知道去哪找，它在哪里做了改变，我感觉。这个就没法了。到现在都不知道脚本怎么进，怎么进到哪里看，没人都不知道。今天破300级吧，别的298就挂着了，受不了。就差这两级。2161年，联合殖民地印发《南门二宣言》，正式开启对遥远世界的公开殖民。这联合殖民地就是联合国，因为本来 United Nations， 那么想必这地球50年内完蛋了，这就没有 Nations 可言了嘛，已经。然后，而且也没连地球都没了，所以人类肯定会四散到各处。这种时候为了保全一个人类中心政府的这么一个起码一个最基础的社会结构，应该就成立了联合殖民地，改名 United Colonies， 而不是 United Nations。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毕竟连 United Nations 他们不是 United Colonies 他们的也不叫那叫什么，现实里面有就是有每个国家有一句话，那个叫什么来着，有时候会写在国徽上，我也不知道那玩意叫什么，反正那种它是地球会庇护它的子民，可能是地球，虽然地球已经没了，但还是地球。地球联合国正统就是我们 UC United Colonies。 人作为人类母亲的地球已经没了。哎 ，OK 了 ，OK 了 ，OK 了，21:9，达成了。Grav drive speed systems green.
非常好，现在就剩他最后这一下解决不了。作者难道能不知道？作原文件都是作者的，作者要是想改成21:9，他只需要动两个数字。喂，结果到最后应该可以搞个整合包，21:9整合包，特别好，因为一切肯定都要是为这个优化好。附带4000张加载画面照片，如果你想用，那作为 optional file， 把我那些全部打。5000张。这个结构生产线为什么从来没有被连上？那你生产，那你在生产个寂寞。他这边甚至都没有一个无线储存箱连着，他一直在，他是全浪费了，他生产的所有东西都浪费了。这认真的吗？这是。哦，我知道为什么这里废弃了。哦，不对，这不是连着，这连着，没事，那没事。哇。产了2228个，就这么点时间，离上次我应该没离多久，那我也不需要拿这么多，反正结构，结构材料，这有110000的结构材料，你感谢。我身上拿个200个已经是绝对够用。这些哨站的生产太多了，有点多的我不知所措。你想你在辐射76有那些工坊的产出有多低，低到都没有人愿意去占。但是如果他们产出是星空这样，就绝对就从今天开始就成战区了，所有的工坊，靠，这太恐怖了，这资源。但毕竟辐射是废土，已经那么贫瘠，没有什么工业化设施了。阿鲁，怎么回事？这瓦鲁怎么回事？看看。Face your suffering. 来了，这就来了。Come on.
雷特，你在旁边干嘛呢？